整一年半数就回广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尽兴哦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在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解脱歌是根据永嘉禅师所的正道歌，复以正道歌的原韵复活的首歌。我们师公大愿法师，他平生住的很少，除了这个解脱歌之外，就是他临居的时候，就是不辞而别，这留了一首告别诗。这他住的很少，这个解脱歌很珍贵，把我们主要修法怎么样用功，经什么程序，怎么正道，都是很清楚，就对我们修道很有帮助。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解脱歌，请大家仔细听。他是永嘉大师正道歌调鼓声清。永嘉大师正道歌恐怕大家都看到过，说得非常好，就把整个禅宗意思，也就等整个佛教的意思都描绘在里面，所谓是调高和寡之好。有诸读者，而弘德上人注解的亦有多道处，因为这个永嘉大师的这个正道歌意思含摄很多，很丰富，所以他有些人看了正道歌之后不理解，所以有一位是弘德上人做注解，做个注解，就是把那意思都能发挥出来啊，说是真正好的不得了，有独到之处，就人家不理解的地方，他都能理解出来啊。听容于一如，就是把永嘉大师的正道论述的话和弘德上人解释的话合了一块儿，合了一块儿之后做一个解脱歌，就把他们的意思都包含在内了。就永于一如，尽产古今做解脱歌，就是你们夹制了自己的境界，也不光是这永嘉大师和弘德上人两个的意思，也还有我们师公大余的意思，所以这里面就意义更丰富了，就对我们修道了帮助更大了。下面就是我们师公大余法师做的
解脱歌。就是乐，乐所如，就是我们参禅修道或者念佛开悟之后，就是觉醒了，悟是醒悟。我们平时做相都做梦，我们睡着了做梦的时候，样样都有个真的，就是一醒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觉呢，就成佛了。佛就是觉，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就是觉。所以我们叫明心见性，见性的见了本性之后就开悟了，见了本性。就是觉悟了，什么觉悟呢？就悟到一切都是心起，性空缘起，性空缘起，就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没有自信，叫性空。这一边说就是我们的本性是妙有真空。就一些事物都是妙有真空所显现的变化，就叫做心空缘起，就叫做醒了，就不再着相了。所以一切事物都晓得，都假的，不得着，自着，就放下了，就潇洒自在了。觉和如，快乐的怎么样子呢？这和如就怎么样子呢？下面就解释这快乐形象。听我教唱解脱歌，就是下面就是我们师父唱的歌了。就听我大愚法师来说一说啊，这怎么样的快乐情形？不让古人风调够，如今何妨凝聚合？就是不能只有我们的这个永嘉禅师做这么首歌。后面就没有再继续做的了吗？我们大家都要悟道啊，永嘉禅师静心，那么我们大家都能静心啊。都可以把自己所悟的这个真实情况给写出来啊。本来是悟道无话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佛性是没有相，没动一颗比翼，怎么说呢？最说不出，所以叫做千圣不传，就任何佛也没有法子能描绘它，所以叫做妙高峰顶，没有一句话说。但是方便都门啊，不妨从无数当中说几句话，从旁敲侧击描绘描绘我们的功夫风光啊。但不说能不能引到人进门呢？所以不说之处不妨有说，所以可以说几句旁敲侧击的话，把我们所悟的真性，所得的怎么样的快乐情形可以告诉大家。本妄有真，原我二法空无性，本妄亦无真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佛性它是不真不假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不垢不净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但是我们呢，都是二法，就在分别有生有假，有来有去，有生有死，都是执着二法。但是我佛法呢，是不二法的，没有有真就有妄，所以真也不可得；有妄就有真了，这个假，假就有真的比方出来的，对照出来的。这都是长短二十，美恶善恶，
这个都是不相对，就是相对的东西都是虚假的。但是我们的法身呢，一点都没有，叫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是本来是没有妄，哪里有真呢？本来没有真，有哪里有妄呢？所以说，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，就西方极乐世界是真，那么我们娑婆世界也是真，娑婆世界是假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假。为什么是假呢？因为有相都是假，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虚幻不实。而我们一真法界，就是我们的法身，什么也没有，就那才是绝对真心。就本来二法空无性，就是二法者，就是美恶长短是非得失不相对，真假不相对，本来这两面啊都没有，空无性的都是没有，不相对而有的，相对而有的比一而就有的，比一而有的就是虚假的，所以我们的佛法跟佛二法门就一切都通用，所以我在这里分别真假是非得失都是分别心。所以很多人在那研究希望这个世界是真啊，我们说过世界是假，你希望这个是真，那么我们这里不能不是真吗？为什么希望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法性身，说种了多少功德之后感召来的一个报土，叫报身土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广大众生也有的佛性，和阿弥陀佛性一样，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业报身，都造业感的人，所以会，但是本体是一样，一个善业一个恶业是相对的，本体呢是无善无恶的，就是法性身，根据我们的本性讲，所以西方是这个世界和我们娑婆世界就完全一样，就二法空无性都没实体，就是我们的法身所显现出变化的，因为法身说法身是真空觉相，所以我们正道需要一切放下，一尘不染，所以我们修任何法门都要实行他地，一切放下。但是不实行他地，一面念佛，一面的指向计算，丈家长离家短来分别，那就不行了哦。所以我们都要一切放下，实行他地的来一心念佛才能正道，就教我们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相都是假的，就不要去追逐了，不追逐大家就潇洒自在了。修福的目的是教我们的真实受用，而不是的烦恼。我们过于自私不放掉不割除，追逐无疑，一天到晚的是贪嗔痴慢疑打交道，那就是烦恼无尽了，就不得真实受用了。我们要真实受用，就是要一切放下，知道一切都不得，就知道我们的法身佛性它是空无所有，而空无所有不是断灭空，就是一切都没有的空，是人生起现象的起表用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性它无所不具，一切能变化自在，变化这些东西都是虚假了，就不是追逐它了，就是现象起用嘛，就是我们随缘，就有这东西就用，
别的东西不去求，就知道有别人的二法空不性都没有，不要去求。无性无相不作空，就是如来真实性。这解释如来真实性什么样子啊，就是无住无相不作空。无住就是要停留，任何事情要停留在上面，贪欲不息，那就烦恼了。事来则应，事过就算，过去就没有了，一切事情没有了，叫无住。无住无相不作空，一切相看见了之后，你把停留相上，就是无住无相，不是相就没有。相者空义，相是假的，是虚的，不实在的，你就不要住在上面。要证实相，认为真实不住是实有，那么你就追逐了，追逐你就烦恼了。为什么？四状四境到于九状四境，你得不到，得不到之后就烦恼，就求不得苦，就苦恼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相这个虚实、虚假不实，你不要停留上面。这就是叫我们用功方法的无住无相，无住无相不做空，不要说是空无所有啊，假象不无啊，还是有啊，就叫偏空，偏空也是上当了。重新一个大哲学家是希腊的外国人，欧洲希腊国家叫苏格拉底，他是大哲学家，他研究哲学的透彻，他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一些东西都是虚假不实，都不可得，他就偏空了，他做空了，他一些东西都不要了，住的房子也不要，银子器具都不要，他晚上睡觉睡了马路上，做英国的大斯文尼做的水泥桶子也没故意，他都灌光了，说这是偏空了，做空了，一切也不好。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这些像是假的，不住着就是了，不停在上面用还是有用的啊，有了就用，就利不自用，不为物所用，要追逐不相，也不做空。所以我们成佛啊，既不能做有，也不能做空，空有两昧都没有，当中也就没有了，所以重点不离啊，这就是中道义。所以无住无相不做空，这是如来真实性。假如明白这一点，也不做有，也不做空啊，但是妙用无穷啊，有利不自用啊，因为金无啊，有金无的力量受身啊，那么就是我们佛教的真实意思，就我们佛教的原用无碍，它不就既不作有，也不作空，圆满圆融，一点没有挂碍。所以有人批评我们，你们佛教是偏空啦，不是不是，我说你不理解佛教。佛教没有说空不所有的空，而是说一些相不可得，求不到空，就是说没有相，就是说没有世界，还是有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吗？很美好的吗？有人不理解这个意思，就说了，不说话恐怕有些矛盾。我问你什么矛盾啊？他说，金刚经说空，一点都没有。而弥陀经说有，方经为地，七宝行难，七宝行，七宝行住啊！哎呦，这是多得不得了！七宝莲子、八公子水，样样都有。这个金刚经没有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他就不知道，我们佛说的话就应用无碍。
讲真空者是我们的离体，就是我们佛性，也全部的根本的佛性，它是真空，它是没有相可以见，但是它能现起诸相，提起妙用，所以它不是空。但是它妙有非有，不作为实有，一切都是现起的假象，就等于镜子里现现影子，这影子可见而不可得，你拿不到。就是说，你在世间行什么惨淡经营啊，或者是行什么这个诈骗之术啊、欺骗人啊，什么积累家资啊、发财啊，结果两手空空去了，一分钱带不走，叫你照例要带走的。这也是非空非有啊，东西带不走，空印关不掉，带得走这不有吗？所以说我们佛教讲的圆融万道，两边都不执着，这就是我们要正道的正式意思。所以说方即是如来真实性，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非常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真实性，这可怜就不知道，因为是追逐外境，贪得无厌，迷了，迷惑了自己，像喝醉酒忘记所以然。所以佛出世要唤醒我们，不要再做梦啊，叫做梦境啊，这个梦境醒来就知道一切相，就是我们新鲜的影子，可以利用它。哎，是大家说法，是大家都能醒悟，是生死苦海，这是妙用吗？所以我们这相是不是没有相，就是叫住相，就跟实际的佛堂，大家用佛堂去说法，但是没有佛堂，不都放一个地方去了吗？这相还是有，叫做住着无相。这句话就说得很圆满。既不是有也不空，即是相，诸法空，刹那顿悟万法同。即是相，我们看真实相，真实相是没有相，现在有这个相都不真实相，是假相。即实相，就是悟道，即自己本性的实相。它是无相之相，叫实相。那什么叫无相之相叫实相呢？因为有相之相都是要坏的，都是叫生住异灭，都是要不久长的，也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假的。而我们佛性真实相，它永远不坏，根不根茎长存，叫实相。那它这个相是无相。无相之相的实相，就是我们用念佛法门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打开本来，见到本性了，那就是无相之相实相。实相，见到这个实相，诸法就一样了。诸法什么呢？非但是我们修福的佛法，什么净土宗嘛，什么禅宗，什么灭宗，这个法字在佛经里讲的，包括法范围很广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一些世界的东西、事物、思想等等等等，都叫法。就一样，就是千差万别之相，就是一样。为什么一样啊？一，千差万别之相都无有自性，是空的。二，现在外面之相都是我们一种法界所显现的，叫万法同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地狱天宫无异同。天宫嘛，就是我们说三十三天啊，地狱啊，十八层地狱，无异同，没有不同，没有相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都是一根法界，就是我们自信心所体现，就是万法为实，三界为性，
就是我们心所属的变现，这都是一个东西，这本源是一样。处处关心我们，都是一样，你们都在分门别类了，不要再说这个种好，那个种坏啊，在这人计较短长啊。哎，这个东西好，我要看得多一点啊，发财呀、致富啊，做大梦啊，做不可得。时时唤醒我们，不要做梦。念佛就是用符号唤醒我们，不要做梦。现在我们师父都解脱，都亦或如是，叫我们醒啊，清醒清醒，见实相，各无法空，刹那登陆万法空，刹那就一刹那一刹那，就等于闪电光，电光一闪就过去了。悟到了，我讲得快一点。一片风光藏不住，赤裸裸的见面红，这个见字印错了，赤裸裸地面红，应该是地面相红、啊，不是见面红，印错了。一片风光藏不住，就是我们真悟道之后啊，快乐无穷啊，因为他知道了生死不可出了，是吧？一切都是无自清心的，是吧？所以叫做好的风流化不成，风流无尽，潇洒自在了，从前都是个枷锁套住啊，现在我脱离枷锁了，所有的师傅捆不住我，不知道这都是假的，好的这不气球了，坏的也不厌烦了，都是假的。所以一旦风光，就潇潇洒洒的风光，藏不住，就是他。必须从净法界跟禅呐、啊，光明大放，朗道大起，无法子躲藏。所以说，一旦风光藏不住，赤裸裸的地面红啊，就见错了啊。地面红，就见着边旁加一个买卖的卖啊，加一个边旁加一个买卖的卖，就是我们对面相见了。接一切事物就是我的自信，这里就没有离我他的分别。所以这个金刚经说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自在相，这个道理，一切事物一切离我他都不就是我的自信所显现。这一念淡处就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尽心哦。说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决定你说佛性命，不是讲经说法，有全说有实说，所以经文有了义经，有不了义经，有小乘有大乘，小乘有全说，大乘有所说，所以这里面有不同，就佛的根基不同人讲的。决定说复信应，一个人不肯如实信，假如是实在的说真理，就说实话，恐怕人就不肯相信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佛说法华经
五千人退席，五千人啊，那个楼汉啊，这个楼汉国的了，五千楼汉国退席，就不肯相信，就大家都是哦，不相信喽，决定说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如来实心啊，大家不相信。比如我说一句，你们给你犯错，就是你们的真如实性，你们大家能相信吗？恐怕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啊？你们讲这就是我真如实性，我应该悟到了，怎么不发神通呢？不发神通，那就不是了。所以你们也不相信，是决定说佛性应，这就只是你们解佛的性应。应啊，就是我的性和你性性性相应，一样就没有两道，就性应。假如有两样就不对，只能一个应字应出来，就是一样。佛性应，一性应性，人都不肯相信啊，可怜啊，就众生愚痴，众生障重，所以要叫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其实你真正相信。不要念佛，我本来是佛，念什么佛？但是众生不能相信啊！这释迦佛有律法之想啊，教我们来念佛啊，对己说法。这个我们用念佛法门来念也好，念到我们根尘出肉，能说双亡，见到实性了。你地道的佛的信念，那么你就相信了，是吧？就是就这个圈子的啊，不得圈子，这下就说，恐怕就相信，明白？世界根源当下了，自地亲自见教人。这些根源当下了，譬如我们要挖一棵树，它是比方，叫这个树啊，根子下到，这些根源，根子下到之后，这个树上面枝叶啊，它青青绿绿的，要青青绿绿的，它不多久，这个树就枯死了。这些根源当下呢，都是发生什么？说什么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大乘法，在根上修，要从智上去修，就是我们传的心中心法，就这些根源的法，用第八识上修，就第八识半身，不是从第六识上修。假如我们念佛法门呢？就不同了，那种第六识下生，要念佛阿弥陀佛，把我们的识转换成佛性，所以这里有一分别，就这些根源就跟长大树，根子上下到，树枝叶虽然青绿，它不多久它就枯死了。假如从枝叶上修。树叶儿一个个折掉，树枝儿一个折断，那样是一步步的修啊，这个树还是不死，为什么？根子还是活的，是吧？树叶在斩断，树枝在斩掉，像我们是修大树有很多，那就把这树枝都锯下来了啊、哦，但是树长得更好，更茂盛，因为根子是活的。是见教见佛修法不好，也告诉我们这个修大法，就是根上下根。但是我们用功啊，佛就看跟对己说法，根基都不是一样大。所以有见教的，这叫见识一步步实修，由圆根、钝根的，快一下子就解决。
就同苦耐苦，不是命苦，那这就是过去是所造的不同，你清净护法有善根有厚有薄不同，有深有浅不同，没办法想呀。但是我们说护法要说大乘护法，要是实际真正护法，就是要说实在护法。即为身，即为死，根无根净，常如此，或者只如此，根无根净，常如此。即为身，即为死，什么话？是不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吗？不是，要会注意，就是我们修佛法，所以叫做。大悟十八九啊，小悟无起数。几回生，几回死，就是我们一下子，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死心塌地了。但是死的不够，不透彻。对着镜子后啊，又升起心来了，心又升起来了，又动摇了啊。就是大悟十八九，就悟的不彻底。寂静之后还动心，就死了之后又升起来了。几回生几回死，就是我们修道人呢，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不是下一下子就彻底了，就了了。啊，像我们举的这个高峰禅师的师父薛爱卿，薛爱卿祖师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几回是哎呀悟到了悟到了，在世上就有动摇摇，所以最后彻底通体脱落才究竟。所以我们去护法不是真能一无救了，假如真能一无救了，那是大菩萨再来。因此之后人已经说两种法门，一种就是顿悟顿觉顿证，就是你说顿悟称悟顿孝，就是称开悟的一刹那，所有过去都能去卸账，都消光了，都没有。但是这很少啊，所以下面再接一句，就是试着见修，因此已尽。在世上来锻炼啊，切切喝啊，次第的一步步上升，次第有阶级了，所以人的根基就是就广大的根基说就是这么样子，机会生机会死，悟了一回不透彻，世上动摇，再做功夫，再进一步。再做功夫，再进一步。所以我们悟道之这等初地，还有二地、三到十地，还有等觉、圆觉，还有妙觉，啊，等觉、妙觉、圆觉也在后面啊。所以我们就成佛道有这样的次第呢。关于这个法，现在我们有三种说法。就是一种说一悟就了，悟了之后就没有了，生死都没有了。一种就是说悟后真修，悟后不是就了，心情很重，要好好的修的。所以再后一种就是说修就是不修，不修就是修。所以这三种说法，其实三种说法就是一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悟道之后啊，你真的明白了，实际上一切都是虚假，都不可得，你什么修不修啊？所以为三祖是说初学期就是修，再讲修不修，修与不修是两头话，两头说了两头，初学期就是修。那个
中风过世，他就说假如悟道之还有泄气，这个人就没有悟道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有的人就是没有真正证悟，懂了点道理，看了几本书，听了两句似是而非的禅语，他就以为悟道了。悟道了，实际上推不过去，那就是我得泄气为主啊，拿泄气的时候挡箭牌，所以不许，这种人是没有悟道。这并不是不许有恶后之有泄气，就是恶后之有泄气还是存在，这即会生即会死，根不根净常如此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。神头鬼灭又多半，凡本凡月莫细止，神头鬼灭又多半，说现在了啊，更像样现在呀、啊，这是什么功，那是什么功，这什么道，那什么道，五花八门多得不得了，这都神头鬼灭，不是真正的佛法。真正的佛法一点都没有，什么神都没有，你什么功，你什么法，所以说叫做返本还原莫细止，真正一个本性了，就归家稳住了，返本还原就要这个本性，一点东西都没有啊，这才对啊。所以现在做神通就大错误啊，一点东西都没有才对啊。你做一个神通有了，有了叫成魔了，有了叫成魔了。这我经常有人说法，你要这么说呢，很便当嘛，一点东西都没有嘛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有什么东西啊？要有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看见灵界都是悟道吗？你说是悟道，就是哦，原来凡夫佛法无斗子，没什么东西。就现在人不相信，所以我现在说大家一定要站住，你要分明的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是你佛性。你们大人肯承担吗？能相信吗？能再问脚跟不怀疑吗？我看不大可能，就是因为有东西要有神通，就不要弄错，一点都没有。但是注意，一点没有不是个断密空啊，断密空那就错了，错上一步。就是我们不住相，纵然神通发现了，也不做神通之见，无佛可成。什么佛不佛？没有，那才对啊。歇显教，修密宗，方便门第，归圆通。歇显教，就是我们用显教方法来做功德，比如我们念念佛修净土宗，用显教。这显教有道理不讲嘛，讲经嘛，说法嘛，有法可修，去显教。显教我们不是说有小乘大乘分别吗？就是通过我们经教来印证这显教。修密宗。修密宗就实修了，不讲理了，叫怎么法告诉你怎么去修，实修实证，叫修密宗。所以我们心中心法是密宗啊，虽然看见是不同啊，方便门意归圆通，方便的门讲的不同，意的是不同，因为你走那道门，我走这道门，讲的不同。但是归元无二，就道家是一样的，这方便都没有，归元无二就是道，所以不要在这里分别了啊、哦！我是净土宗啊，你是密宗，是不同啊，哎，我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，这都是一样啊、哦！所以大家不要在这里分别了。自从
踏遍一半路，鸟子深思本来空。自从踏遍一盘路，就是我们修道正道涅盘果，就自从踏遍涅盘路，就是涅盘路就踏遍了。涅盘难道很路很多吗？是，有四种涅盘不同。涅盘大家知道不知道？涅盘就是不生不灭了，见灭为乐了的涅盘，就不再生死轮回了。这里面有四种不同，就踏遍涅槃路。哪里四种啊？第一种是自性涅槃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性，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涅槃。第二种是有余涅槃，就小乘人、小罗汉、辟支佛、智了汉，他人无空了，他不执着身体这个世界的东西了，他执着自己的我们法身的四大种性为我，叫法不空，法智不空，所以他是还有尾巴没斩断，就有余，还有东西没了光，叫有余涅槃。他在这个六轮回当中他不来了，所以是叫做有余涅槃，他要生死了，但是违法不了，也必生死不了。第三种是修大乘法，证了无余涅槃，就人无空、法无空、度空了，真正空净了，一点都没有了，违法斩光了，所以叫做无余涅槃。第四种是无所住处涅槃。真的涅槃不是坐那个地方不动了，人家以为是我到哪里去了，坐那里不动了，错了。真的鸟生死就在生死当中，就是涅槃当中，不妨来回，不妨出没，就等于没有来回没出没，它不住相，没有来回出没之界。所以真的成道人可以牛腿马腹的走，可以地狱的走，无所谓。叫无所住处涅槃，他们一定住的地方，叫踏遍涅槃路，你都了解礼物了，都能通了，就踏遍涅槃路。鸟子深思本来空，你到那时候才知道，哦，说深思的本来不可得，本来不可得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人就怕死了。哎呦不得了啦，给我们修法现在暴地了，哎呦不得了了，赶快就爆头要死了。不要怕，你不死，你的福性根不根你长存的，你死不了，你要死也死不了，他没办法死，他无相可破，他没相，你怎么破他？现在就这都讲意志，少讲一点吧。行也空，住也空，雨后动静无不空，你讲空了。真正空不是打坐住了不动就空吗？住了的空不算数，这叫行也空，住也空，雨后动静无不空。就是我们尽管做事情还是要心空如故，假如我们做事情就忘记所以跟事情跑了，那也不是空。所以我们真正成道的人呢，行住坐卧一样一如，没有不空时，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，行动也好静止不动也好，都是一样。我们念佛法门，我们上一天讲过了，那个大师的菩萨教导我们，叫做静念相继，就做到这一点，就是比如说动静无不空，所以
所以净土宗是大佛，是高僧大佛，不是浅浅的一个寺庙。所以净土宗嘛，把它发挥起来呀、啊，和禅宗完全一样啊，没有两样。所以我们做修护法的时候，做功夫的时候，要时时注意，有没有动静，不要空，不要坐下啊。嗯。中讲白人名陀儒，犹如利剑单穿风。纵然有刀，一个人头上杀你，你也不要怕。为什么？我不死了，坏是坏我的身体，坏是壳子，壳子破了，我的法身不坏，所以不怕。这二祖神光大师，他悟道之后，他的师父达摩都跟他讲：“哦，你还有一个业债，就是还人家的命债要杀头，因为你过去杀人家头的，要还这个债。”但是我要保持正法度，免得人家诽谤，你也可以不去还。正成大道人啊，还债要还就还，不还就不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空净了，心空净了、啊、就等于这个收音机，收音机不开，外面虽然有电波围绕，他想不起来。就是说虽然有载着的行李，无形不动，空了，情不到你，是不是债就可以不还？啊，所以心空，心不空是不行。像南平祖师说：“黄老师用功不利，为鬼神所敬。”就是说南平祖自己说自己，我做功做的不好，我的起心动念了，一起心动念，鬼神就看见我了。注意啊，起心动念不是我们这念的不是的起心动念，而是不住相的念。而我做事情不起个念头怎么做？我跟大家说话不起个念怎么说？就不住相，不停留，就念念不停留的无念，停留上面就是有念，是叫做无念之念，是正念。所以你这心真空，这二祖大师不怕。等我把这个法传下去，有第三代祖师来了，传好了，我就还债，就大富翁还点小债，九牛一毛不在乎。他等到三周法传好之后，他就还债去了。债主看见他逛去，哦，要杀人，好，我讲个迎白人，就罗占春风。拍倒吧，这三他们在这真心空净了。所以我们是学佛法就有大丈夫气概，不怕牺牲，都是假的，身体不怕。所以我们要做到众将白人凝和如犹如利剑斩春风，一斩春风什么意思？不怕。所以我们修佛法就胆大气壮，什么事都不怕。但是注意，这是王大胆，什么坏事都去干就不怕，那要死啊！不是这样啊、哦。真知鸟妙心缘，无名客。可逆中一般，梦里明明有扭曲，觉和空空无胜烦。顿觉了妙心缘，就刹那之间觉悟了。我这个人说，你们诸人听，这就是你们心缘。心缘在根本也，就水的源头是根本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顿悟了妙心缘。所以
顿悟啊，就在当下，一到必定要去行啊，行就行不到了，一行就动念了，动念就被就妄念遮掉了。所以禅宗要棒喝教师啊，啪打你一句，还喊你一句，把你一震，你的你一惊一挨，那是个念得不起，念得不起时当下觉悟，哦，这个不起念的时候了得分就是本性。所以是禅宗这么快就顿顿进了妙心云，无名克力总一般，无名克力就是现在我们吃克子，吃克子修心修到空的时候，哎，空境，那空就是无名克子，叫吃克子，也是无名，不是无名哪里有吃克子啊，就是什么无名作相啊，有父母同房的时候自己钻进去的，自己不去钻哪里吃克子啊，就总而言之就是无名。所以是天子佛悟道的无名为因，无名克灭是克制破了总一半，就是说不管你修什么法，你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修密也好，观照也好，都是一样啊，没有两样，这总一半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绝会空空无正凡。梦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做梦啊，哎，样样都有啊。有的是善梦，开心是哈哈笑笑醒；有的是噩梦，惊慌吃醋，哎呀惊醒了。但是醒了之后呢，一定很厉害，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做梦，大家都跟做梦啊，要修佛法成圣啊，我们是缘故啊，都是做梦，梦境没有善没有烦的，绝后空空不生烦，你明了了，都是法性，都是一真法界，一切众生都是如来自性，对不对？这个自性都一样，哪里有善有烦啊，就是善有烦啊，都是我们分别妄心所造的。所以说不要做梦，不大家有做梦睡着做梦啊，现在醒了看坐相就是做梦。现在我们跟大家说法，就梦中说梦话，法不可得没有法，说法就是梦法，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做梦，法也灭了，正好绝后空空无生，对吧？觉悟了之后，哪里有有生有灭？